感觉怎样？太生疏，是不是？太生疏，明显，没事，这就是正常，因为刚起来还没热身呢嘛。之前在那开的时候，你也比较娴熟是吧？比较娴熟，今天还没热好身呢，所以正常是吧？然后头啊，都撞牙子了，拿着撞牙子了是不是？就因为打的方面打脚太大了，还有一个，你的以前那个我教那个打法呢，你都忘了，你现在都是错盘的，是吧？你都不知道盘打到哪了，比较凌乱，比较碎，是不是？吼得自己慌张了，今天知道考试是吧？紧张了，你看放盘打的那个比较凌乱，还有那个速度就是脚法踩得重，那是吧？转了跟脚踩重，变成是300、400了吧？正常是一迈一迈正点，轻踩轻放，你的等脚法有点重了，脚法重踩到刹车上不就这降得很快，油门升得很高，所以就上下浮动比较大，不是一迈一迈轻微的。好，别走，再继续看。